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普贤恨怨品，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，告诸菩萨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恨怨，何等为十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勤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善财白言：大圣，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？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陈述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恨怨力故，身心信解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，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身。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佛。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，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即为一一城中，皆有一切世界即为城数佛，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，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，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，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赞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赞叹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城中，一一各有一切世界，即为城数佛，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，我以普贤恨怨力故，起身信解现前之见，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所谓花云、幔云、
天音乐云，天伞盖云，天衣服云，天种种香，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如须弥山王。燃种种灯，酥灯、油灯、烛香油灯，一一灯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，以如是等诸供养具，常为供养。善男子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彼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那由他分、迦罗分、算分、数分、欲分、优婆尼沙陀分，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。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此广大最胜供养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供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供养亦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忏除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：我于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生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。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遍于法界即为尘刹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，诚心忏悔，后不复造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刹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忏悔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。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头目手足。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深入种种菩萨智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，及波涅盘分布舍利，所有善根我皆随喜。即彼十方一切世界，六趣四身，一切种类所有功德，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，有学无学，所有功德我皆随喜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勤专法轮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围城中，以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围城数广大佛刹，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围城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
而我昔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，殷勤劝请转妙法轮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言：请佛注视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诸佛如来，将欲示现波涅盘者，及诸菩萨，声闻、缘觉、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莫入涅盘，今于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劫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言：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即如须弥，为众把故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城邑、聚落、宫殿、园林一切所有，及于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起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处种种众会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、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处于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随其要欲成熟众生，乃至示现入于涅盘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。如今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。于念念中，我皆随学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，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言：恒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软身、开身、湿身、化身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，种种身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受量、种种族类、种种名号、种种心性、种种知见、种种欲要、种种异形、种种威仪、种种衣服、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村营聚落、城邑宫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无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。种种尘世、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、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于师道者是其正路，于暗夜中为作光明，于贫穷者
令得福藏。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，何以故？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，则为尊重成事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何以故？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解：你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；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菩萨如是随顺众生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顺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。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。是故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知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，及诸人天最深安乐，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，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，经而所佛刹，即为成数劫，相续不断所得功德。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，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。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似句记，速能除灭五无间业，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，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，若鸠盘图，若毗舍蛇，若不多等淫血啖肉诸恶鬼神，皆悉远离，或时发心清净守护。是故
若人诵此愿者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如空中月出于云翳，诸佛菩萨之所称赞，一切人天皆因礼敬，一切众生悉因供养。此善男子善得人生，圆满普贤所有功德，不久当如普贤菩萨，速得成就微妙色身，具32大丈夫相。若生人天所在之处，常居圣足，悉能破坏一切恶趣，悉能远离一切恶友，悉能制服一切外道，悉能解脱一切烦恼，如狮子王摧伏群兽，堪受一切众生供养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2015年7月4日上午，踊跃噶举法林寺隆重庄严的队伍，伴随着乐音的法锣、迎风飘逸的法床、法器等，恭迎海涛法师的到来。法林寺创建于1978年，是由第16世大宝法王托付喇嘛诺那仁波切所建立的寺院。盏盏烛光映照着片片菩提心，从纽约上周遍照法界。在法林寺户外的一座大帐篷内，海涛法师为大众开示佛法。佛教的目的是你能够调伏自心，没痛苦。那佛教的意义呢？那你能够帮助所有的生命，也能够找到这个道理，能够离苦得乐，这个叫慈悲。但是也因为有各种不一样的生命，有各种不一样的痛苦，所以你要学习各种帮助生命的方法，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法。那站在金刚乘佛法又不一样了，你想要帮助别人，那你要把你自己像个佛一样，你要把你的身体变成佛，把你的心变成佛，把你的声音变成佛，甚至你要把别人都变成佛，那这是金刚乘的修法。就像我们喇嘛仁波切，虽然他身体慢慢会老了，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学佛了，他看到很多人闭关出去弘扬佛法了，他看到很多人因为这样而离苦得乐了。虽然他的肉体是老了，但他心里是快乐的。生命最大的痛苦跟敌人不在外面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执无明，这个是我们要消除了，那生命才能够就近自由。喇嘛诺那仁波切向海涛法师介绍新建中的弥勒中心。中心的大殿将供奉一尊高达34英尺的弥勒大佛，以及10英尺高的莲花生大士和释迦牟尼佛，最上层则有法王噶玛巴和随侍者的住房。法王的正下方是海涛法师的住房，预定在明年正式完工，并举办北美噶举祈愿法会。为了护理
随后诺拉仁波切和海藏法师临终绕塔，绕塔圆满后，海涛法师随即进行慈悲烟供施食，即药师烟供法会，回向一切六道有情。海涛法师也供养法林寺建寺基金10000美元，另再布施4200美元，请寺院做21场慈悲烟供法会。布施21场烟供，我们准备了4200块美金，先做21场烟供的小基金。国际千场烟供我们已经圆满了700场，剩下300场，所以大家随喜功德，也回向各位。施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